天，国乒奥运冠军王楠爱子郭琦迎来了八岁生日。王楠与老公郭斌也为儿子举办了一场生日聚会。只有八岁的郭琦还向父母敬茶，非常懂事。郭斌开心地写道：中秋佳节巧于八岁生日，儿子敬茶时，恍惚间时空穿越到了国旗婚礼现场。王楠回复道：你慢慢长大，我不急，祝小郭健康快乐成长。与王楠一家关系亲密的福原爱也为大侄子送来祝福：小郭同学生日快乐。王楠与郭斌儿女双全，八岁的儿子已经是懂得敬茶孝敬父母的帅小伙，小女儿也是乖萌可爱，一家四口其乐融融，幸福美满。在生日现场，郭琦迎来了很多小朋友陪着自己过生日，王楠夫妇也是邀请了诸多好友前来为儿子庆祝生日。作为母亲，王楠也是笑得合不拢嘴，除了照顾家庭，王楠在事业上也找到了兴趣所在。他在今年创办了国球社，在青少年中大力推广乒乓球运动，为国乒培养人才。此前王楠还邀请好友刘国梁一起助阵国球社活动，可谓不遗余力。根据国乒透露，王楠创办这个国球社其实是在赔钱，但他还是全力支持媳妇对于爱好的全情投入。国球社创办一周年之际，国乒曾写道：对于王总这种赔钱赚大家高兴的好事，作为家长必须率领全家到场祝贺。虽然郭斌曾因为争议言论惹出过风波，但王楠嫁了一个好老公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